那天夫人又把我说了一通。还是那些话。嗯。那你敢吗？难呀。嫂子，哎，你妹妹，我爹我娘叫我给你送点东西来。这个是我爹给你的。一妹妹，你替我谢谢你爹。麻烦你再给你爹带个话，再过几天，我们东院就有进账了，就不用再接济我们了。嗯，嫂子，这个是我娘给你的。这也太贵重了，都是自家圣龙泉的药材，花不了多少钱。替我谢谢你娘。嗯，这个呢，是我给你的。这个我喜欢。哎，今天怎么没做葫芦鸡啊？我怕做了葫芦鸡，让你想起吴聘哥哥，伤心。没事儿。那行啊，我以后就经常做给你吃。行，谢谢你，李妹妹。那嫂子，那我走了。行。你怎么了？没事。你把那些药剪一半出来。干什么呀？我们去看看老德的媳妇儿好点没。好。老德，老德，老德，少奶奶来看你来了。老德，是不是走错了？德嫂，德嫂，我是周莹。德嫂。你先回去找人来帮忙，你去找老德。你干嘛呀？老德！哎哎！老德！老德！老德！你媳妇儿死了！起来！起来！你媳妇儿死了！多了，都在这儿躺了大半天了，到现在还没缓过神儿啊！你把德嫂的救命钱拿来抽鸦片，你不是人！你这鸦片难道比德嫂的命还重要？起来！起来！让你抽，我让你抽，哪里来的？
把这疯婆子给我撵出去。好大胆子，来我这撒野。来人，起来，撵出去。你媳妇死了，听到没有？刘嫂跟了你这么大的灾荒都没有饿死，却被臭丫头臭死了。老德，你不是人！少奶奶，我都问了，德嫂家的人全都死完了，就一个老德。知道了。春心儿，回去找一身我的衣裳，好一点的，给德嫂换上。遍了整个景阳城，只有一口现成的棺材，很薄，但马上就能用。就它吧。小五，你去太湖寺请个师傅，德嫂下葬的时候，还是要找人念念经。好。德嫂都走了三个时辰了，她才回来。难道鸦片真有这么大的魔性？快来快来，老德跳井了！谁告诉我？我。你？你为何如此？赵大人，以前我虽然知道鸦片之恶，但是心存侥幸，以为只卖给药铺就可以杜绝。但就在刚才，我亲眼看到鸦片夺走了两条人命，我怎能再有害人之心？你能如此醒悟倒是很好，可你这五十亩罂粟是你全家生计所在，你这样一点血本无归啊。血本无归那只是一时，良心难安也是一世。你就没有想过先收获一计，再改种五谷？如果不能斩草除根，那这鸦片就永远都进不去。既然要进，那就一刻都不能耽误，一丝都不能留。你记
言如此血腥，之前倒是小看你了。赵大人，前段日子你劝我别种，我不仅一意孤行，言语中还有许多冒犯与不敬，还请你见谅。你也无需自责，整个大清朝野都只看重鸦片带来的税利收入，对百姓的伤害却视而不见。我唯有大声疾呼，才能够唤醒民众，惊醒朝廷。赵大人，也算我一个吧。我虽然只是小民，但也存匹夫有责之心。但凡以后是禁鸦片的事情，我都参与。